王，什么叫做时尚女王，什么叫气场啊，马上感受得到。欢迎郭书瑶加入微风之夜。今天她所站台的品牌非常的重要，待会我们请她介绍给大家。好，大家也辛苦了，今天的卡司非常多啊，我们已经一个多小时了，这个确实比金马奖、金钟奖还可怕，厉害！大家辛苦了。好，也要加油 ，hold 住 ，hold 住啊！非常有气势，非常有气势。好，还有哪边？好，这个时候你登场最好了，因为本来大家都有点累了啊，看到你来，大家又哦，开心开心。重点是他所站台的品牌啊，是我们新一代的台湾的骄傲，待会一定要好好介绍一下。好，头发拨一下，头发拨一下哈。哎呀，谷歌最照顾人家的呢。哎呀，好，谢谢。还有谁？还有哪边需要视线？好，好。